有个东北哥们在酒桌上是什么体验啊？整不了了，那咋办呢？走啊！不行，我今天我请客。懂了，那你出两句啊？他妈了，喝不了了，喝不了。我办啊！你别不行，办啥呢？桌呗。你不能这么说呀，我面子呢？你他哪有面子啊？你面子就我鞋垫子。我第一杯啊。哥们最近是聚少离多，感谢的话我接口不说，欢呼的花生米是点睛之笔，今晚的战斗火速开启。哎呀妈呀，让我独自沾满这碗红尘的。哎呀妈，喷我腿上了。哎呀妈，你擦了吗？来过白了，你别白了，你给我换缸子。啥意思啊？脸怎么红了？这叫精神焕发。脸怎么又黄了呢？快送我回家。哎呦，慢点。